最热烈的掌声，和我们欢迎一分子。带来的是《过往》。
其实应该大家也很熟悉这个名字的，因为他其实常帮专辑录很多大提琴的这个音乐，所以说可以来接受我的访问一下吗？拜托，我一直很想要问一下，就是你们这个团成立多久了？它是由你带领的吗？一直都是你带领的。帮老师看一下这个那个。现在是。现在是这样子。那一直都有，一直都有大提琴吗？没有，其实有大提琴这边是大概是才两年左右。那就为我们介绍一下刚刚这两首，那这刚这首应该是新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是两年之前。是，就是这首歌是刚刚我们的自己的创作，叫做《一圈后》。然后《一圈后》这首歌呢，其实就是在讲一个女孩子被男孩子甩了之后，然后她上吊自杀，变成鬼回来复仇的一个故事。有这么凄？对，然后他就是上吊，然后在天空上一直转圈圈，所以就去出来唱圈。哦，突然之间觉得有点毛骨悚然。你知道现在还是七月吗？啊，所以歌都走这么，都是这样子的歌的，所以喜欢这种乐风的，其实可以多听听。是，上网找影分子，影就是影星的影，然后分子就是分子的影。来，再次感谢我们的影分子刘老师。